唔问过。哎呀，若无总统讲迄句话，我话还阁唔较歹哦。啊，啥样？叫总统是有下令啊，下令啊，但是下令你该处理啊。但是总统的下令是无讲到讲开枪这两字。伊讲该处理来处理啊。伊讲着强硬的措施来。对对对。啊，所以金门部这边就决定讲，先拍信号弹，啊了后若阁唔走，就该开枪。我是感觉讲，后尾拍来正经拍，唔通用迄个下。系。你若学迄个。迄个有证件要甲拍，啊拍袂着就算了。我即马所指的，你唔通用卡，就是甲拍甲。讲遐细只，遐哪遐你。我今仔你拍袂着，你爱用心要甲拍好啦。我知影。但是拍袂着，无要紧。条人意思。你唔当伫遐咧假话，讲我甲你拍甲远远远，讲我有开枪哦。啊，咱若不会开枪，莫讲讲遐。现代袂啦。那我伫金门咧做兵的经验，就着无开枪便打，拢已经遮久啊啦。即马兵安怎想，我唔知。反正的时阵吼，迄不是啦，暗时啊的时阵，都听到这个做啥海边迄边，遐海防的，海防的，迄不是叫做海防的啦，就是迄个伫咧海边的部队啦，不时就听到咚咚咚咚，咚咚咚咚，啥意思？啊，听到怎五零啊，迄个拍船，拍船，咧拍船啊，迄个是强飞啊船啊，上挖金门，上挖过来了后，伊就驱逐射击，啊，驱逐射击规定是袂使拍到因的船。爱拍弹伊船的四周围，但是呢，阮听迄个就做啥，迄个，伫咧固守海防的这边，才咧讲，逐枪嘛拢针对船啊拍，哈哈哈哈哈，对啊，对啊，哎，无遐好拍，咱讲真，咱唔能当作开枪像咧小拍，咧讲一棍掉阿妈棍就掉阿妈棍啊，枪，哎，是足近的距离猛拍看，啊无，拍的掉是几率足小啦，啊因咧拍的时阵吼。拢三发，你像咱正车店皮五零啊有无吼？三发都有一发易光弹嘛，就是拍出有一个光点的。哦。拍出有一个光点的就对啦。哎、哦，迄较早迄不时都听到咧拍这個，啊，做即马这无人机啦，啊咧甲拍，甲大报好消息，搁开枪啊，搁甲拍吼。啊，算来过来三只，有哪个照相甲？嘿，过来三只，照相甲开枪甲弹，打后又可以离开啊，就对啦。啊，你就爽安尼啦。我就啊，咱就通爽安尼啦，爽安啦。无得咩，唔蛮要爽啊啦，对不对？啊，那阵我们隔两天爱报纸，打下无人机击落，好欢爽，哈哈哈哈哈，也较爽，两点钟拢听歌，拢唔免讲话，哈哈哈哈哈，对不对？是啊，今天啊，甲拍落来，甲拍落来，咱就听歌。迄是无差无少，已经近甲到咱的营地的顶面，啊，佫遐近，甲咱翕咱的屏啊，你知影？啊，登记了后，伊这个强飞也有吼，伊遐中国人啊，就甲这个影片铺在面中国的网站，干嘛咧笑咱的兵？无路用，咱会使互安尼笑尽嘿。啊，尤其是迄个牵石头的啊，听伊讲伫中国讲点阅率讲外悬的，安尼就对啦。啊，这种美术小囡仔，系啦，美术小囡仔，讲伫中国遐讲点阅率讲瞬间讲千外悬，安尼就对。即马开枪，你唔要去铺。你去破啊！好啊，破！我拢伫我咧边啊开枪啊！啊，你中国人去破啊！我唔敢破，我讲歹势破啊！歹势破啊！啊，上好是咱的野区的头壳顶吼，顶面咯，野区的迄个，伊无人机对顶面翕来嘛。翕来。啊，咱的野区的顶面上好拢总随叫今仔日随叫边啊提油菜，才习近平去死啦！啊，你咪看你敢破唔敢破？大力个写，嘿，拢大力个写，习近平去死，啊，无就共产党王八蛋，我拢个写咧，就伫个野区的顶面拢个写。啊！你即摆翕袂一定挂遐，你翕袂起嘛？我知啊。要翕袂，你去抱下，你去抱下。你都不敢翕啊？对对哦。其实哦，迄金门迄也无啥物好，因为真正基本伫土下底啦。真正所。你也有做过？哎，我也做过。金伊个所谓个迄落叫布哨吼。布哨迄拢总坦白讲啦，迄拢是一个形态。你做金门是有做大无啦？金门要大啦，金门要大，金门要大啊！但是金门的头前有大胆、二胆，迄个较少，啊，迄离中国搁较近。哦，啊，这有咱的啊，拢咱的，迄拢咱的，咱所以咱。啊，伊较不会先去提到大胆、二胆，唔是你讲离中国较近，提迄对来讲，啊，是咱要台湾要飞过来金门。无，提迄对来讲无啥物价。遐无啥人哦。啊，无，即马兵啊，剩几万，我唔知。咱迄阵做表示是十万嘛。十万啊！当时的金门人，干那做这个兵仔的生意做袂了。安尼哦。嘿，干那做兵仔的生意做，你卖讲啥？干那要退伍的兵，一定爱买钢藤、买菜刀、买金门的名产炸转来嘛。哦啊，要放假的嘛，去买嘛。啊，然后呢，这个平常时放假时，就去金门街啊路踅啦，食物件啥。
因敢若做兵仔的生意就做袂了。啊，就是安尼嘛。啊，迄个时阵心拢向咱这边。嗯。啊，了后开始金门兵开始变少的时阵，即马剩几万兵我唔知啦。兵开始变少的时阵，啊，佫小三通一个拍开，因就开始入我中国去啊。哦，安尼哦。倒倒位有一人谈到，我倒位安尼。有你金门我去无？唔捌，唔捌金门人是啊，我是足想要佫登去金门一逝，因为我伫金门的中心教练场。迄个金门做过几落单，中心教练要正正常。我等下你拢共抄啊，抄得出。哈哈哈！对啊对啊，啊，唔系你较早传统啊，迄传统，迄叫做强业啦，嘿。啊，我红抄啊，我较来抄人安尼啊。哦，对对对。抄人你就更好。所以我从我以前伫节目中，我有参会过啊。洪仲秋迄个案件，你讲点酒酒，我拢唔敢讲话。因为我较早我那做变态，啊，拢专门抄大专生。大专生你人足过瘾咧。无最爱讲理由。你啊，你若做过班长，你就知影。什么代志歹讲理由？无，做兵咧讲理由。你袂使讲理由。做兵无讲理由啊！哎呀，唔对，你甲我讲唔对，安尼我有哪讲啊？是是是啊！对啊对啊对啊，做兵就是安尼啊。啊，大专唔是大专，就特别足够，就肯定。讲一寡有诶无诶啊！啊，咱这种人着食饱烟，我着想要抄你尔。啊，你搁当妈讲，啊讲讲诶了，三加半诶，先照正常抄，三加半诶，搁摸去外口抄。有影无？嗯，啊来过啦。啊，你旁边困？啊？你旁边困？啊，先摸咧食安全树干啊！摸咧食安全树干，食饱烟又无代志啊！你三加半未共抄，你旁边困？诶，啊抄兵啊，迄是拢正常诶啦。啊，较早伫金门做兵诶，尤其迄个阵。诶，即摆拢未啊，即摆做，即摆做出来，较早阮咧做顺哦，种诶呢，你也是安尼知影。你去问我，我当我迄阵啊，咧做兵的时阵，金门的老兵，像迄个老乌啊，迄个对啊啦吼，迄个较士官级的，迄个中士啊，是上士迄种的，迄有。因咧讲，因较早咧操搁较惨。我一个印象吼，阮伫咧中心的时阵吼，阿兄啊，你着做过迄个班长，你着知影。无，我毋是教育班长。哦。教育班长是中心。哦，阮是落部队了后，啊落部队车长等于接班长。迄尾啊吼，有一个咧朝迄体能迄啊，有一个迄落背房啊，啊五百障碍。去哩啊，同个去爬，500障碍啊。迄可怜嘞。嗯。有当时啊食菜吼，我哩班有我食菜。我虽然是伫球队啦吼，但是中心一定爱做甲了。对。分部队较会当调去，安尼吼。中心咧，我这武器咧炒吼，咧炒我中间无感觉啊，但是吼，咧爬迄落网啊，遐咧扛啊，我知影，啊扛扛过上顶头，佫倒扛落来，安尼就对啦，安尼，无去食菜吼，惊唔敢去，安尼好，迄我看了唔敢啦，你听有无？迄含食菜无关系。迄个时阵，无啦，啊，迄个就食菜啊，魂叫无来啦，啊，迄个就食菜啊，魂无来啦，有胆无胆，含食菜无食菜无关系啦，无啦，啊，迄个就是食菜，多好食菜啊，对个，我讲你听啦，若讲到这，咱等下若可以吼，较早一寡以前数十当前做过兵，迄个走五千个吼。5000个哦，哎，我来招5000个，咱卖讲全副武装啦，全副武装一般拢招1500啦。对啦。啊，5000块就是短裤、S 腰带啊，加迄种就做衫，迄个一件内衫呢有无吼？嗯。迄叫招5000个啦。嗯。招未起的兵伫阿边，你敢知阮做班长是安那 ？S 腰带对手啊缩的有无吼？拖咧走。安尼哦。啊，哪走哪耗安尼啊？可怜呢，迄哪走咧？我袂啊。啊，即摆袂啊哈。嘿，即摆无。较徛迄落较文身诶啦吼，文身咱咧武身诶，咱过去咧抄安怎抄嘛无要紧诶，对啊。阮诶，迄个阮咧抄迄去兵中咧抄，佫无共诶。真正有哪会忝呢？中心诶抄法是还好，因为咱是对社会打密令。是。啊，但是你落部队了，落部队各部队，迄个有诶部队着较轻松较稳诶。对对对。啊，你像阮咧是算正道部队诶，伊着较啊，步兵佫较惨。哦，对，步兵啊！我咧演习，我咧练下演习的时阵，我坐伫战车顶底啊，食薰啊，看步兵的班长啊，哪呢？身躯绑一条绳啊，后壁拖一支迫击炮啊，安尼，伊迄算山炮啦，拖山炮啊，后壁佫两个兵啊咧杀安尼，咧行军呐，咧行军啊，行军以后讲，你啊白白挂饼啊，茶坐安尼哦，挂饼就是了，迄个肩胛头切，迄个尿。我台湾挂草，台湾兵。我树花吊起来，吊发大嘞。树花吊上大。树花吊比排长比迄个较大。诶，啊，咱诶，迄个排长啊，包括迄个班长吼，
拢咱咧咱咧人诶。啊，排长分两种，排长分两种，一种是正军校诶。哦，正军校的排长，啊，种是预官。预官，预官迄，预官迄就是伊大下了又考着预官，啊，预官迄内底外道有啊吼，伫外道着无人咧插潲伊。安尼哦。嗯，我咧坐安全士官拄久个预官咧插潲啊，咧插潲啊，毋是插潲啦，咧插潲啊，袂过啊邓前个，预官无人咧插潲伊啊。所以哦，所以当时较早迄老将来吼，啊，互咱台湾崇文啦吼，安尼吵架安尼为伊平起着。目的为着啥？讲要反攻大陆。咱台湾的枪员啊，我做对的，反正有人将做对的。古早操兵真正变态啦，咱讲真诶，迄真正唔好安尼。迄兵啊，但是我咧操未讲像黄仲秋安尼，人已经站未调啊，三都啊去硬扛落，硬扛诶。我是未安尼啦，迄那土拢拖喺树啊边啊，诶，所以未啦。啊，但是这小时啊，啊，想想较早，咱刚刚讲因果啦。顶世人你抄啊，这世人你白抄你还拄好尔，嘿啦嘿啦，后世人你卖抄。我讲啦，问国民党来吼，问老蒋啦，问来吼，就台湾吼，可能慢慢做兵。嗯，迄阵的东西是，迄阵的讲的这所有都是共和啦。啊，老蒋的来啊，讲的这共和，我来讲啦。蒋介石打来时，蛮敢征兵啊，敢征兵。就搞头壳懵嘞，懵嘞啊！哦，迄阵多。日本啊，战书唔吼，啊，邓杰孙啊，个头壳搞啊懵嘞，懵嘞，懵嘞。阮这孙吼，以后拢唔免食太平盐啦，讲话就食太平盐啦。我搁记条嘞，讲我个啊头壳搞啊懵嘞，懵嘞吼，迄阵我搁囡仔，懵嘞，懵嘞吼，以后拢唔免做兵啊，食太平盐啦。我做兵多硬操。啊，无啦，咱做兵这马紧啦，这啦，这个感情正上正强，迄是无同啦，迄操。但是就是迄阵迄个心态会变态，贪两只啊，较查某体迄落对啊。啊，洗身躯做兵，大家一定是做伙洗啊。啊，伊就是专卡专，我都唔知要讲啊，这三四个。拢去比拼啊。系啦，拢三四个，就拖皮，八个滚啊皮啊，嘿啊，我他妈好啊！我他妈想是还是好，嘴个有够重。对啊，反正你为台湾民主在咧拼。要办好袂起，无啦，我靠！为台湾民主迄边，一克我也变个袂装置啊，靠我多咧，咱靠有装。变得啊！啊，有功德啊！有功德啊！你无一定来，无一定来照咱的心愿。你看强辉啊！若要照咱心愿，你就去做总统啦。你看强辉啊，第一只红红宝杆，你只了联合，联合用几号？用几号？十六号。第一只了联的，迄只了联合，辽宁号，迄只了联合，联合就是十六。十六呢？一个啊！系啊，啊直接咧，甲你台湾政府呛住讲你唔敢。哦，啊顶阵啊，人咧问讲是毋是会终止一个啊？中国的发言人讲慢慢来，慢慢来。伊安尼甲你零地？迄是零地呢？慢慢对咱好呢？迄是慢慢来，是要甲你零地呢？所以啊，当时咱咧反一个话，迄个时阵，大家嘛拢反有着，可以毋是拢赶出极端？啊，我会记住啦，我会明言啦。大家打过我的尸体。我伊怎么名字都讲？打过我尸体，我会过啊。对啊。啊，结果也无打过尸体。啊，咱迄阵咱开放可以的时阵，大家咧讲毋是拢气喘喘。啊，结果咧？结果。结果搁面家己啊，进攻个啊，无啊，阿玲即马，那可以搁去气喘喘，那有意思。我意思是主要咧讲这啦。系啦，你讲这，无啥物好，无啦，没讲过啦。嗯，三十万咧，三十万咧，好，安尼好啦，好啦，啊，开枪啦吼。蔡英文讲，咱未开第一枪，迄拢讲了上紧。啊，有当时啊，咧开节目，当时啊，讲过故事嘛，讲过古早历史嘛，未歹啦，不一定爱。特讲迄新闻啦，系啦，历史故事，迄个有当时啊，做兵，为者，我啊参会一下安尼啦。我相信我头头讲的这吼，咱做者人，阮这个年龄个拢有感受着啦。无啦，张大哥迄个应该是差我十七八岁咧。你做兵谈阮迄时阵，你暂时当要反攻大陆咧，安尼啊话。张大哥是尾啊去棒球队嘛？我你若是迄阵落的是落正道部队，对吼。绝对足臭的。哦，我第一中。啊，我查你十几单嘛，啊，我落战车部队，战车部队了，我拢已经咧用讲叫做少爷兵啊。对啊。已经算好命啊，但是我嘛是照常爱操。嗯。特别操规体，诶，玩电民了，煞要拢规体留落来。安尼哦。嘿，规体留落来，啊，留落来了七几个，就差不多硬操啊，甲操的，啊，所以做兵是安尼，有一句话讲，钢铁。哈哈，想操作会，这句话呀，哈，进攻过了，进攻过了，啊，这边的攻没了，啊，我是参会啊，我头一个参会讲，较早人操那边啊，哈，没意思啦，唔免参会啦，敢操得
加抄就爱加担当啊。无啊，加抄就爱加人为。嘿，那我就讲，我甲你抄无，你要安那啦？要小怕你？怎么都无得罪人啊？你啊？唔参会啦！我怎么烦恼？我抄过来，做个总统我就死啊！迄种假的啦，迄种假的，听人大家拢知，你假无义啦！来来来，抄人抄了，我即马就咧假无义，你参会。真讲个，真讲个啦哈！来，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来。非常感谢咱敬爱的台湾人出动，出动，即马是讲可惜。